什么都是字，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呢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。我这头也不小呀，按理来说容量应该挺大的，怎么就没装进去什么智慧呢？陆小镇脑袋是怎么长的？不记得是你走多久以后。我变得那个记得你曾说走了，人不能总靠回忆换，可是我又会忆